下。有请我们的吴亦凡。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你就再也见不到你。Come on, everybody！ 我要离开太熟悉的地方和你，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誓言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过去。我会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我怕我哦耶耶，我怕我怕怕，我怕我没有机会，不要和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你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要，很紧张，我要离开。来了，准备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，不要，三、二、一，呀！啊！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记得思念。我活了，我活了！永远不会过去，我不。都会再回来，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。干嘛？先不要，不要。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。别。不要。我不能。不要。别。我会再回来，别回啊，回啊，回啊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哇，谢谢！啊，我活下来了，谢谢我们的魔术师邓男子，谢谢。好危险啊！哇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我受到惊吓了。你的手现在好凉，我出汗了。来，邓男子解释一下，其实给他安排这个状况，他蒙上眼睛以后，你做了什么事儿？其实并没有射箭，只是拿那个东西在你旁边。我只是虚张声势了一下，因为我的剑法真的很烂。我刚才是想要保护你的，但是我发现他没有拿那个弓箭。他拿了弓没有箭。对。所以我就娜娜，你刚才就是被绑在那的时候，娜娜用她弱小的身体挡在你的面前，后来发现没有箭的时候，她流着泪走开了。我应该的，保护吴亦凡。哦，还有剑，我们这里有啊。有啊。好，刚才那个，不过刚才那样转着射那个苹果，很厉害。因为男子就擅长给别人惊喜。掌声谢谢男子，谢谢男子。好了，废话不说，哎，我们来看看你们。等一下，好紧张。我有点紧张。我们到底会是多少呢？那我们来看看会不会给他分数，也给这一组惊喜呢？三二一，这首歌。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魔术。他们说只要66分，真的一分哎！我的天哪！状况练歌房的冠军就是吴亦凡，谢娜。太棒！